Ovega 的 Algal Oil 是 Costco 保健品区的新产品，180粒的包装，折后价格18.99。Algal Oil 藻油和鱼油一样，都是富含 Omega 3的补充剂。Omega 3脂肪酸帮助维护心脏健康和大脑功能。我们来看一下这款藻油的 Omega 3的含量。每一个 serving size 2粒藻油含有 Omega 3 720毫克。其中包括 DHA 420毫克 ,EPA 140毫克。DHA 提高细胞活力，对抗情绪障碍，改善视力和改善失智症。EPA 帮助抗发炎，帮助降低胆固醇和甘油三酯，促进体内饱和脂肪酸的代谢，降低血液粘稠度，增进血液循环。对于成人， Omega 3的每日建议补充量是1000毫克，按照建议补充量每天需要吃至少3粒，具体针对每个人的情况需要问自己的家庭医生给一个针对性的建议。藻油和鱼油的区别是， Algal Oil 藻油来源于藻类，是从藻类中提取的油脂，而鱼油的来源是鱼类，通常是从深海鱼中提取的油脂，比如三文鱼和鳕鱼。藻油的生产过程相对环保，不会对海洋生态造成影响，鱼油的生产可能会对海洋资源造成负面影响，比如过度捕捞和环境污染。藻油通常不含重金属，某些鱼油可能含有重金属。藻油不容易氧化变质，鱼油容易受到氧化，需要额外的保存和处理来保持新鲜。藻油的提取过程相对复杂，产量少，价格相对较高。鱼油是传统的 Omega 3脂肪酸的来源，鱼油的需求量更大，生产相对成熟，市场竞争激烈，价格相对更低。选择藻油还是鱼油取决于个人的偏好和需求。对于素食者，对鱼类过敏或者担心重金属中毒的人来说， Algal Oil 藻油可能是更好的选择，但对于大部分人来说，鱼油更加方便和经济实惠。经常在 Costco 购物的朋友们可以参考一下我的 Costco 鱼油的对比和鱼油推荐品牌的视频。